大家安啦，我是恐龙。今天是2023年11月11号星期六晚上，来吃台北老爷大酒店咖啡厅。河阳料理自助美传探味巡礼，从10月到12月哦。低温嫩鸭胸、挪威烟熏鲑鱼、鸡肉罗美沙拉、橙汁海鲜沙拉、日式猪排三明治、水牛番茄起司、螃蟹清蒸白甜虾、烟熏鲨鱼烟、旗鱼、鲷鱼、鲑鱼、握寿司、豆皮寿司，还有海苔寿司、生菜沙拉，还有综合冷肉盘、综合 cheese 盘、梦幻香草、瑞士牛奶糖、卡布奇诺、芒果跟经典巧克力、梅子醋、蔓越莓汁，还有冰开水、柳橙汁。两台咖啡机、鸡肉蔬菜锅、日式味噌牛杂锅、意式炒海鲜、拉萨海鲜汤、狗尾炒鸡汤、避风塘炒蟹、脆皮德国猪脚、猪炸花枝虾排，还有牛肉、羊排、蜜汁叉烧酥、香煎炭烤松露牛汉堡排、 BBQ 猪肋排、香煎鲑鱼佐白味噌起司酱、日式炸天妇罗、焗烤白菜、蛤蜊炒丝瓜、明太子烤鸡肉、盐烤中卷、极酱鸭胸意大利面、海鲜蛋包饭的海鲜饭、海鲜蛋包饭本人、萝卜糕、蛋仔面、黑森林蛋糕、雪肠蛋糕、芋头巴斯克、巧克力蛋糕、马卡龙跟老爷起司蛋糕、芒果鲜奶酪、面包。南瓜塔、蔓越莓果冻、大福、面包布丁、夏威夷果仁蛋糕、精选蛋糕、柑橘果仁棒蛋糕。开吃开吃，朋友冲动帮大家拿的生蚝跟盐烤中卷，还有鸡肉沙拉蔬菜锅、生鱼片跟鸭胸。生蚝加柠檬汁一口塞刚刚好，盐烤中卷的熟度 Q 弹好吃。螃蟹跟清蒸白甜虾，虾子脱壳。第一盘、第二盘、第三盘鲑鱼，蛋子面，橙汁海鲜沙拉，香煎炭烤松露牛汉堡排，焗烤白菜跟酥炸花枝虾饼，萝卜糕，还有酥炸花枝虾饼。朋友觉得萝卜糕还算好吃。酥炸花枝虾饼的馅料很多，吃得到花枝跟虾子的鲜甜味哦。最期待的就是这个汉堡排啦，松露的味道并没有特别的明显，汉堡排有一个焦香味，但是吃起来有一点苦苦的。在猪排三明治店里面点不便宜耶，所以今天一定要来吃吃看。跟朋友切一半来吃，面包被我们压得扁扁的，很普通。但是就是想吃啊！蜜汁叉烧酥碗去哪都只剩下有一点 NG 品了，但是不影响口感。港点必吃啊！大家可以拿一个一起分享不罪恶。海鲜蛋包饭的长相很吸引人，加上这么小巧，技术真的很不容易耶。饭不多，就怕你吃不完浪费，但全熟幸福少一半。